身策，字牧野，名门之后，姿貌过人，少时多难，与其妹寄人篱下，凭战功进爵为王，善以战养战，性情暴戾多疑，狡诈多谋，后招皇室忌惮，囚禁其妹昭昭，妄以亲眷置之。身策兵临都城，其妹吞香而亡，策震怒，焚烧宫室，弑杀天子，海内震动。更有传闻，攻破之日，沈策一人一马，怀抱一红衣女子离宫，后再无踪迹，江水两岸一时无主，南境大乱。